把动物送进去了，我打死你。规定他那个换头线要审查。啊？到了，到了越南最高峰了，海云关，香港和大南的交界线，250米到了。来拍拍那个越南第一雄关，海云关，这个是越南南越和北越的分界线。看到没有？那个碉堡呢？怎么没有打出枪？知道的。那里控制着这个进出口。海云关最高点呢，是岘港和顺化的分界处。那边呢是岘港，看有海的地方，有晚霞的地方。越南的海云关，这里呢，在1827年的时候，越南的皇帝呢，来这里视察，啊，给他写下了海云关。1829年、1840年是中国那个鸦片战争了。